大佬，阵间点算啊？听你咁讲，佢嗰五条友好猛料喎。冇问题嘅，虽然当年佢一个挑我哋几个叔父，唉，都过咗成十年啦。正所谓擒贼先擒王，等阵间我哋一于晒马，冧咗佢哋五天王之首，山口组。咩情况啊？大佬，得四条磨碌啫喎。咦，唔系喎，第五个都嚟啦噃，不愧为五大天王之首啊。系，形容下嚟听下。佢一身不羁嘅服装，佢背后仲有把剑添啊。剑？系剑啊，唔止添啊。佢个啰度仲似住张折凳添，十大武器之首系佢呢。大佬呢边啊，当年每宗灭门惨案，佢都总系有张折凳喺左近噶。咦？咩事咁嘈啊？大佬，你好单拖冲咗出去啊？咁你仲企喺度？喂！
心，放心啦，你喺边度？你通知泰斯坦，咱们能有我谈，你不是个奶。快点开！